拿少一点，一点点。我刚打24斤，还24斤，我把24斤旁边的鱼拉过来就好。书接上回啊，二路在我们家煮了20多斤玉米啊，我家除了柴，除了锅，除了水，啤酒啊，啤酒，啤酒不是我给你的，是我自己拿的，反正也是你家的，理直气壮。我和他只有2米，你这个位置好，深度可以，你看你那鱼心嘎嘎冒，今天绝对爆虎冲。嗯，大鲤鱼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行吧，吃的时候给我一半。好，因为秤窝子啊，我有自知之明啊，所以低调一点。我用了7米2，他直接用了8米1，他钓5米半，我钓3米半。嗯，万一中条鱼上来的话，我就假装没带秤；估的话，我就估轻2斤啊。回家再称。对，回家再称。钓鱼嘛，不就是人情世故？话不多说，等他发窝。扣两颗玉米啊！你这爪子伸挺长了，长吗？哎，开始录像，小瓦力，还好没收杆，开灯。哎，不大，那用我的杆杆嘛，你们杆杆我的难找。我这凳子差点把它摔了，这个人坐的不稳。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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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用杆杆了啊，我就站在那边上给你操。咦，哎，可以可以，草鱼。不是鲤鱼，鲤鱼吗？鲤鱼。我这个地方，这上面你看到没有？你往左边倒一点。不行，他再往左边。哎、yeah,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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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杆子。但是比你上次那个小一点，小一点。没事啊，反正不要杆子了，我再给他抄。反正你又没中鱼。说了，我不抄了，你自己抄吧。别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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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这样。真的，别惹我。现在往直线上抄。好，我现在往这边跑。哎，你们往左。对，你这个呢没空间。啊，气死我了！又在我旁边中鱼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啊，这么小一个。我不抄了。我就在那里等。好，我给你送过来。可以，这可控了。这抄纸线，我估计你也抄不断它。放。搞定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跟那天差不多。完了，我的窝炸了，难受不？难受。你自己撑吧，我走了。哈哈，我自己撑。我给你拿着，你先把杆放好。好，我自己撑。我给你拿这个，你来解钩吧。哇，这个挺漂亮的。漂亮漂亮，那颜色漂亮。兄弟，你露个脸。这不是我的脸吗？脸我怎么露？估一下，我们估一下多少？哎呀，我不估，你爱几斤几斤，赶紧撑。别这样吧。算我估一下，我估一下，3斤2两。我估一下，我跟你估的差不多吧，应该是3斤多。3斤多少？嗯，3.1吧。刚才还感觉这个位置不行是吧？现在知道行了吗？哎，但是我不行。我去，3斤2两，真的一厘都没差。我去，有点东西啊。嗯，3.2，3.19，3.2呢？挺会估啊。我去，我这估鱼真的太准了，真的。我也挺准，我估3.1，像是我在市场买称好了的一样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，不是买的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吓唬吓唬，吓唬吓唬。那我们还搞晚一点吗？不是说准备收了吗？那你的重量可以再钓一会儿。你呢？你呢？就是说钓一会儿嘛，我就重嘛。我怕你等生气了跑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乌漆麻黑的。我哪一次不是最晚一个说走了？我最近我是一般是，哎，把你鱼护在下面。对，我鱼护在下面。哎，因为很少用到它，所以
我的东西是按顺序放的，越用得到的越放在上面，越用不到的越放在底下，知道吗？以前你不是单独书童吗？怎么最近都变成我了、啊？我靠，我他妈谁开始读书啊？今年？你以为去年都，我还是去年的我啊？今天就我跟欧叔两个人，我今天已经非常委婉的，他用八米一，我用七米二，他掉中间，我掉边上。刚说完，你这边上要种鱼，要管事呢。快了十二点半了，欧叔在收了，但是呢，我有点不想走，毕竟这条鱼也不大，我还是想搏一搏。嗯，真有戏了。对，我今天就睡这里吧。嗯，看几点困就几点睡，然后早上四五点再起来搞个上午。祝你平安吧。我也只能说祝你平安吧。你祝我暴富不行吗？熬穿了，天已经大亮了，还是没有口。又吃过一条巨物，正经口，打瞌睡去了，太困了，现在九点多了。十一点了，不熬了，没有惊喜啊。天亮了，再给你们展示一下鱼货。晚上的时候看不清，虽然鱼不大啊，但是证明我选点选的对啊。还可以，皮毛挺漂亮的。这个天气能做点什么呢？现在是下午四点，今天就不薅兄弟了啊，接着薅的话可能兄弟们没得做。现在我窝都没打，主打了一个陪伴，兄弟中鱼的时候我去帮他抄鱼就好了。兄弟啊，没毛病。那万一我没打窝子还是中了，那你就不能怪我了啊。那我就打这么点啊，就打这么点。对，就打这么点，兄弟还是重要点嘛，鱼货什么的无所谓了，反正谁钓的鱼还不是都能吃。今晚躺平，躺着钓鱼，漂也不盯了，因为漂有兄弟盯，我有兄弟打。嗯，这个是我买那个支架送的这个灯，这个灯还挺好的。嗯，买支架还送灯，装饰还可以。哇，这么激动啊！你吓我一跳，我靠！我给你干嘛？我在跟你聊天，我看到我飘下去了，黑飘了。白条。我就当你是在安慰我吧，我还正在挂小碗粒呢。我在看你搞灯笼，突然一下不用一下把我吓一跳。有口了，我看到飘不见了啊。今天不搞太晚，十点半了，回家睡一觉，明天早上再来。今天温度太高了，可能是最近温度最高的一天。算了，不熬了，感觉种条鱼都像幻觉一样，熬了两天，是不是窝越打越多，然后反而钓不到鱼了。